来，我们现在先请我们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张主任，张医生，各位玉东老师，各位小朋友，早安！早安！今天是我们公司股东会，专业采访的日子哈，我们今天要采访的是在东方里最有名的，我们这次的永芳社区啪啪扣，好，有没有去？有，很多人都有去哈。我们这边是戴飞老师哈，那努力读公主文东阳哦，这里边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请小朋友来，我们呢来访问读公主文路的张叔公，还有我们的张队长。好，我们现在掌声来欢迎他们。来，接下来啊，哈，我们也先请我们里长哈，共勉励几句哈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哦，里长很客气哈，来，接讲话来，讲讲囡仔讲几句话。小朋友哈，小朋友哈，你今仔日我也不要讲这个，都讲伊安尼吼，你要问什么代志吼？就是讲。农村就是台语来文化安尼吼，我若会晓讲的话，我尽量甲恁讲安尼啦，吼。来，我们可以开始我们的访问了，吼。请站起来啊，请。台语用台语啊，吼。大声一点呢，哈，大声一点。社会立场，我无咧。我就年轻了，下一位，因为我们今天是两个被我们采访的人，所以我们要问谁是金公安还是里长，要先问一下，要先讲清楚。来，同学们要踊跃一点。你走可以，没有关系，逛得很轻松的。这位小朋友问这个问题啊，其实从来没有想过会去选这个里长。啊，这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啊！对，就讲就讲鼓励讲少年人吼，要抱着一种服务的精神啊，所以咱就是讲碰碰运气的双方来，他的男生运气较好，啊，就选上里长，谢谢。说国语没有关系，我们会帮你们翻译。讲国语没有关系。你讲接工啊，刚好帮你到三工，什么代志哇？这都接工来帮帮了，我讲这个手提到。到三工的时候，接工。拜拜。无啊，长期就是我是无做哩长期拜的，我是来乡里帮忙帮大伯。咱这里面吼，算讲是对咱这里面真热心啊，来接待过来，来选号的安尼啊。啊，算讲吼，都我叫我的囡仔吼，到我的就拢大去出来拜的来到阿姊家。下一位，来，别组的也可以发问哦，其他组的也可以问哦。那我喜欢的是什么？兄弟，讲国语也可以，讲国语也可以。啊，这都是。
伊讲你敢有收集迄个古文物啦？啊，收古物啦，有啊，即加减收啊，拢我囡仔收的较侪啦，啊我收的是较少啊。我的兴趣是爱种植物头啊，种植物种盆栽。他举手，发问请举手来，你先请举手。说国语也可以啊，我帮你买三，我帮你发点。种植啊，第一吼，咱台湾吼，会使讲树非常分常明啦，吼、哦。算讲恁大汉就会知影，讲树非是安那分什树非，春夏秋冬，吼、哦，分作明的吼。那、哦、外国像日本，即摆安尼落雪，咱台湾无咧落雪，吼、哦。啊，越南不产时，因咧无树非，因咧不产时吼，树下不产时都会。新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因为水果不算是多，无完全是存在生命。咱台湾一定都爱树林，爱分农林才会生命。咱台湾春夏秋冬一定会分出来。你树啊要种，或者地土，爱或者地或者这个或者迄落土，去山岩的土来种起来，话咱家会产地。以前咱家的土起来种不了啊，哦，咱家的土种吼，算讲第一水分未保持水分，但出山岩的土吼，算讲伊个水分会保持水分的淡，啊，要排水也会好，安尼种起来的话，哦，啊，要种树啊，咱另外树啊，伫咧要是。你冬眠的时阵来种这个话，当时上要种上的话，就是要做冬季稻来种些这个话。伊在困的时阵，你该也该种这个话。伊的水分吸入去底落去，啊，那伊醒来，你只讲伊在困，你该也拢未醒。啊，那就醒，只讲春来到，伊醒来，安尼就固定安尼。啊，其他拢不算土地个钱就是。啊，那咱这个十五啊吼，算时阵就会过吼，是就爱有当地这个农家，伊个农民就是种的，种起来。啊，那七里拢吼，你当地遐是种的，七里拢，你要是算讲，就爱要是这个。清明过去的种在种花，七里香有咧当名字。七里香来，几个十外种嘞？那他也是为了树啊，有啥物款树啊，当介绍啊？树啊，嘛无啥物款较特殊的嘞，吼、哦。较早是枝团啊，上特殊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摆枝团来，当然无离岸。即摆啊，古早无有上吼，无有上啊，都较早是枝枝，可能真特殊啦。即摆无有上啊，即摆咱这就是这时阵，这时阵哦。汉国哦，算讲就
就是大概都那打南门啊，那里头那大概都是啊，我讲那个打就是如果正常，那正常大概都是来送到东北，就销过来，起码我都销嘛销过来。那个五里松的当你本山一行行，有滴黄河啦、豆吼，你会清楚个物啦。啊，咱只就是伫咧去捡水桶个，小可捡水桶个来打个吼，用臭豆腐、臭豆腐，安在在清楚。